那我们刚才提到，从京东里面那个签字板，它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对。
大家出来之后右边走啊，靠右，我来守门。全世界第三大佛，世界第一大佛呢为四川乐山大佛，它的总体长短。眼睛没给我。是他的两尊菩萨，其亲师的为文殊菩萨，其白相的为普贤菩萨。四壁上呢，则绘有的是大量的金变画，
一个是中代画呢，就是古代匠人将绘制某种的佛经以绘画的形式绘制于四壁上，使大家更加通俗易懂的去理解它。以上边几个展品内容，请大家入洞之后边走边看，请进行参观，不能禁止拍照摄像。哎，上去不要上，前面可以上，前面可以上，你可以上啊。游客，欢迎大家参观第148号洞窟。这个洞窟开凿于盛唐时期，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山冈时陇西地区的黄龙望族李氏家族的李大宾出资修建的。进入洞窟之后，能看到有一尊睡佛，准确来讲啊，它应该被叫做涅槃像。这尊涅槃像能身长14.7米，佛南脚背，右膝而卧。这边就是释迦牟尼佛于80岁的时候，在鸠罗树下涅槃的样子所塑造而成的。涅槃呢，其实是梵文的音译，它的实际意思是寂灭、灭度。也就是说，佛在寂灭的几十年的苦修之后，终于摆脱了人世间的生死轮回之苦，达到了真正的涅槃和乐。29岁出家，35岁在菩提树下成佛，84年来。而在清代的时候，又在东京佛坛上重塑了送子娘娘和八臂观音的塑像，所以呢，这个洞窟也被称作是送子娘娘窟。而佛教当中的送子娘娘，也就是源于送子观音。根据佛经内容的记载，在人们遇到困难、遇到障碍的时候，只要双手合十，佛陀观音就化成符号，来帮我娘拍个。此外呢，在快点，你帮我，不帮我们的，哎呀，你帮我去拍，哎呀，你个黑哥嘞，好啦。
Thank you.
咱们大漠老马烧烤总店，咱们家有哎烧烤炒菜米饭饺子蛋炒饭胡杨焖米大排鸡薯抓羊肉酱牛肉红牛烤肉馕坑肉炕锅砂锅盐菜汤炒肚子炒鸡爪炒虾尾炒鱼签手撕椒麻鸡新疆大盘鸡酿皮黄面骆驼肉鸡翅鱿鱼鸡汁烤鱼清炖鱼，大漠老马烧烤总店随时欢迎您的光临。
这样，先收走点，让收一收。Thank you.
信你之间的价值。开着车走到去那里，就是风景，风景，然后往外开。Thank you.
传统啊。来，老杨，你来，你主持啊。对呀、啊。你哪样都可以，你不是唯一的。吃饱了没？你说的 B 级的已经看到了，后面不吃完就困了。我看到了，你的 B 级来了，十点下次呢？马龙啊，来，老杨，你来，你主持啊，对呀、啊，你哪样都可以。